哟，我回来了。不好意思，刚刚跑去洗脸，然后才想起来，我说对呢，我开台了，赶快冲回来。乔治安、静安安、小雨辰安，有地震？我在睡觉哎，天啊，有哦，FB 看一下，天啊，刚睡。睡着后想说算了，今天晚上休息好了。然后躺下去又醒来，躺下去又醒来。看一下哦，还有谁？林千浩安安，萧元安安，林文斌安安。哦，真的假的？我前天是不是有地震啊？感觉最近地震有很猛诶，大家小心哦。有诶，看到台北有感地震，活着。最近地震有点频繁。糟糕，碎掉地震了，还摇很久，我的天呐！哎、欸，还是说就是因为我是被地震摇醒来的啊？不然我再去睡一下好了。如果有地震的话，我们再回来这样子。啊，现在晚上没什么人。哈基他们今天应该也是玩不眠之夜吧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也可能玩魔物啦。到时候再看看啦、啊，因为他们那边最多也是三个人。我再临时跑过去就好了。有还有什么要报备的？哦，我一直讲说期待明天的那个疯狂世界嘛，你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，会很惊人。各位，这个应该是欣赏吧。感谢红旭的300个星，不是330个星星，讲错了。笑死，地震刚好开台，没有，我就固定7点开台哦。还是我要改标题，地震提醒你们来看台，这样子。我的主题吗？你们明天就知道了。明天巧克力的标题也会是我，厉害哦！YIYENNN，欧阳萌萌安，感谢你的星星。ごきげんよう。哎，到底你们不是到底你们呢、啊？就我是觉得。不然我们再去刷一次那个看看好了。用餐，不是啊，因为我觉得有了生物博士之后，真的刷水母很好出来啊。更变装备，就。跑去永霜冻土15号营地，然后发现最近一直。以前都不会有，至少应该怎么讲？
我都会很久很久才一个不喜欢。那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开始点一大那个不是一大堆，有好某一个人把我每部影片都点了不喜欢，很突然，因为想说好一阵子都没人点不喜欢，要不然就是过那部影片过了几个礼拜后才一个不喜欢，这个有心人士好像没松瓦，像哈基那时候也发生，他那边有一个就是。不白天的低能哦，好啊，没有了。就哈基那边发生了一个就很白痴的人，威胁哈基什么的。有奶奶，然后就，这以前就有了啦。以前有个人也恐吓鱼竿啊，恐吓谁谁谁啊，还有那个叫什么，一个日本艺人，然后闹新闻，叫水濑的。然后那个人有被抓去关，感觉就是同一个人他放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就是一直说要报仇还是怎样的。以前他还说什么红死口袋的鬼龟、哈记、鱼干跟繁星，然后我就打问号，我是红死口袋的。然后红石口袋当时一大堆人就说：“哇，早叫你早进来就好了，你看现在搞得大家都被你误会了。”的那个人，那他有帮你刷观看吗？谁？我觉得是没有啦。哎、欸，黑角龙小金、欸，哎，有人要吗？PC 版有人要黑角龙小金吗？我可以开放集会所给你们进来打哦。不过应该是力战黑角龙哦。对啊，就是就那个人啊，我就是同一个人啊，只是没有确认一下啊，就真的神经病多啊，没办法啊。现在可以挖挖矿聊聊天，怎么那么多以为红丝口袋？就主要我是当时在红石口袋那边，要怎么讲？诶，我也可能跟红石口袋那边人比较好。以前有 Choco Mana 红石口袋芋圆柚子嘛，啊，我跟红石口袋那边关系比较好，所以被以为是红石口袋很正常啊。嗯，痕迹，痕迹在哪里？交换礼物，哎、欸，你知道交换礼物的事情哦、喔？哇，对啊，我是有去当特别来宾，去当交换礼物，因为其实他们是说希望是内部人员，不要再有什么来宾什么的。就还是很不要脸的人跑去问说，我可不可以去交换礼物？就很不要脸的说好。而且其实真的鱼竿有来问我啦，说你真的不来入团哦之类的。我就说，我比较想要是朋友那种感觉，不是就是有分什么？哎呦，靠药谁？Hello，Hello。Hello，Hello，对啊，就是不要有分那团员的感觉。哎、欸，你们那边有没有什么下雨天的蚂蚁飞蚁出来啊？目前没有哎、欸，怎么了？你们那我边现在说摸我？黑啊。然后难怪你的标题是摸黑蚂蚁，我想说是什么东西？黑蚂蚁。然后我找不到你的机会是。我变单人啊，我等下过去。挂太久去睡觉，怎么可能还留着啊？傻眼，打野，傻眼。那我先去巨魔玩一下。我正在巨魔玩啊！我刚刚想说啊，示范一下怎么找那个雨天那个什么天雨水母，一过去，太阳出来啦，整个脸被啪啪了两声。啊，你不是要找给我看？
三月几号才更新那个雪地啊？我不知道。看，如果三月中的话，还有一个月，我们魔物还能撑一个月吗？应该还行。嗯，应该。主管都说，我不要应该，会就会，不会就不会。真多大的痕迹，好。啊，如果是欸，如果有那种显示矿物跟采集比较明显的，你会装吗？应该不会吧，虽然不影响，但是我觉得还好。哦，我怕你把酒看无需要。我真的是蛮看无的啦，但是我应该是不会装啊。嗯。那就贴墙走嘛，多走几遍嘛，没看到就是再重贴一遍。可以让你少贴一次墙啊。没关系，我喜欢撸墙壁。哎，奈斯，你的巨魔是哪里跟哪里？他是问你哪里跟哪里的。你说七等吗？对啊，五等以上啊，那些啊，他会想问。荒地和农业。哦，你说荒地跟农业？三三二。哦，是是是是是是是。这样。那我到时候要打一般的飞雷啊，没有，我们这边每个人的生命都五等以上。没有啊，我一等啊。哦，你降回去了、啊。我一直都一等啊。哦，你不是有一个五等的？我三个七耶，大哥。对吼。哎、欸，那可以打完风飘就打你的嘞。看，怎么收不到？我的更新是三月十二号。哇，真的快一个月！我的天，我的妈，我的，我的老天鹅！我其实今天就有在考虑要不要买俄罗奇。哈？哎、欸，那个，中文叫什么？啊，蛇魔无双，蛇魔无双。你说 PC 的吗 ？PC 的、啊，我买旧的、啊，它现在是有升级版的、啊。跟魔物一样啊，就是有多加内容的。哦，还蛮喜欢玩无双类的，很无脑，不需要动脑筋，随便砍就好了。好，没有毛鸡。好啦，过去找你们。谢小树安安。感觉就是这样子，度数才狂加升，快1000度了、欸。哦，有免费烧鸟哎、欸。嗯，成这样哦。安安，不能叫名字出来。嗯，想要打一般风飘，一般烧鸟，然后挖森林跟那个瘴气的矿跟骨头。感觉你要的都在那个奈斯那边啊，都在我这边啊。奈斯的是乙种有五等不是吗？对啊。啊，那不行啊，我要一般的烧鸟啊，所以我先开我自己的，哦哦哦，烧鸟，去打奈斯的飞雷，懂？奈斯或你的飞雷啦，我两个都没有。飞狼。什么叫公爱好者集合？傻眼。啊！你就这样把人家名字叫出来，过分！怪婚哦，肯尼基哇，参加巨魔之地，参加。那、啊、你龙也快七等了、啊，我
现在是锁着的啦，没差，到时候再讲就好了。我想七等是因为到时候怕要我要刷金丝的东西你们都不在，我其实发现你们其实至少你都会在，就还好。呵，不是繁星都不在。刚刚发生地震，凡凡小心，没事啊。我是地震，是几点地震啊？七点地震，我七点一开台马上跑去洗脸，所以没什么感觉。啊，如果说七点前开台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地震真的把我摇醒来，然后就在开台了。靠腰啊，双方会谈啊。干真的会弹呢、欸，等下金丝都跑来打我，白丝哦，开红了啦，不要打我。报酬金减少啦，傻眼。干我屁事哦、喔！哎、欸，这很过分呢、欸。小区让我打起来了！哎、欸，小鸟来就对了，跟我来，不要走回去啊！你个白痴，我要跑了。嗯。嗯。哎、欸，怎么龙源突然出现巨大？我想说。因为我刚不是死掉嘛，需要那个啊，任务充值什么的。哦。那随便挖一个就哎。挖东西。你敢不敢离开啊？终于有一套铲形装了，哎呀，恭喜啊！为什么你现在才会有啊？平时要懒得弄。哦。懒屁呀、啊、懒请问现在是要打哪只？烧鸟。啊，现在可以打了吗？我一直在帮他挨刀啊，我也很无奈啊。所以一直死缠不走。该走了、欸。对啊，我搭着他客运走。哦，昨天你讲什么量力雨势？我想到这东西怎么听都是像烧鸟，你怎么类似说风飘？对哦，对，我要风飘啊！我昨天不是说风飘吧？风飘是光滑的毛笔啊，这我知道。哦，炫鸟啦，排一些。啊，我是说炫鸟啦。
对子云安。哎、欸，你那颗很危险，兄弟，不要。什么是？我不需要。没有装吗？没有，提醒一下，那个逆邪有时候会吓到人。哦，不会啦，时常吓到。死掉就算了、啊，人生自古谁无死？啊，晕了！厕所不用卫生纸。哎、欸，哇，被尖锐石敲到还不晕呢、欸！哇，逆转了，逆转了！啊 ！HDD 又死了。刚我想说，你刚剁下去这个回血也是太猛了吧？不对，是奈斯复活了。HDD 死爽没、欸？撞不了了，来了，你看哦，就像这样子，三下，然后这样就软了。虽然他现在已经软了，然后他现在，你为什么要这样？啊，我不给你机会啊！是想让我虚？你看，我就是个尖锐石。哇，两千！你看是不是？去哪啦？不会动了。你要预判呐、啊！大型太监不是这样玩的吗？对啊，大太监，太监，太监。哦，铁后的那个大金外表颜色不一样。什么劫后？那个地上踢的会生成石头的那个啊。哦哦，它叫铁后。我只能劫后，我没有劫后。那、啊、你不说可以抓了？你骗人。我没说可以抓啊，我说还不能抓哦。哦。哦、oh! 啊、还怪我欸，有啊，今天好很多了，洗个热水澡睡觉身体就好了。我被烧鸟杀了，也不用看医生了。烧鸟本来就会杀人啊， 你又不是没被他杀过。烧鸟拿到尖锐石之后根本无敌耶。为什么你要失衡？我转啊！你要跑走？可以抓了。哦，你为什么要抓他？因为我要他的东西。没有补烧鸟，反正烧鸟这回事。干嘛？没有东西啊？你要干嘛？感觉猫级吧。没有啊，你有装那个也会看得到猫级 ID 啊。我没有装啊。哦，没有啊。巨大矿脉。矿脉在哪里？不在这，不在这，不在这，没有在这里。是吗？我看到尖尖的凸起来，你跟我说没在这儿。
没有啦。九通宵。那是死猴子在往珊瑚的地方走哦。那只拉桨就在外面经过了。对，我还要打，我也要打浮空哎、欸。哦耶！金石石不见啦！更变装备。嗯。哦。我有没有吃猫饭？还没耶！感谢你提醒。干嘛？还想不吃饭啊？是不是？那你挖出来的矿呢？什么矿？你说龙岩地区吗？在黑色地方、啊，黑色的地方。哦，我看到了。感谢你的提醒。我们只吃攻击力大，攻击力大加 KO 数。好烂哦！自己打好了，用餐选择。全肉加全红，就是 KO 加大。哎、欸，那是旁边有增多地盘人机。好、哦，还有碎龙哎、欸。免费碎龙。瘴气也有。碎龙有银耶、欸、银还不是很烂，有差吗？你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我们去打浮空。哦、我是打算不打了。哇，有炫鸟耶、欸、我是不是该换装备啦、啊？放在这儿。啊！我吃错了。打吗？啊？你们哎、欸，你们是先过去打了吗？对啊，不然你要干嘛？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不然你要干嘛？我还在挖古种哦。哦，你挖？我是要吃，我是生物博士，我怎么吃到别的啊？失败，失败。真的可以挖吗？那我就继续挖喽。巨大矿脉，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然后我去挖其他地方的矿，好，放了风飘龙，没有没有风飘，要不要来了？我在找巨大古种，我找不到，我很焦虑。你在哪里找巨大古种？那个啊，你是说龙岩地带吗？瘴气没有，靠呀！我、哦、现在在鹿山湖是不是？不是，鹿山湖现在才出现。刚、哦、刚不是有一个跑出巨大古种？刚刚是龙岩地带。哦，我想说找了那么久，咋不打？啊，我一直等了，教练都没听到。我没听到。我来了，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我说我要荒地，挖到巨大古种。我待会再回去采。只有多马队是只有我在这边。你在哪里啊？你在打什么？我想问奈斯怎么在另外一边。
繁星正倒了。又不能抓，撒回。哎、欸，有人来拍照了。有了超弹力甲盒，哇！那我好多东西要打哦，莫名其妙。干，我手麻了。膝盖顶着手臂，没了没了，他们撞了。我刚看到还有红眼的迹象。闪他就对了，闪他。水辣，看，都被闪的都很笨。啊！没事，今年度的交通。两个今年录的跳楼舞啦，你爪灭尽风爪音。哦，我也想到这只鸟怎么烧焦了，原来是炫鸟的捕食痕。摄影师回来了，捕食痕，你不觉得它好像烧焦了吗？我知道啊。哇，好热，给摄影师机会。我还想看波拉闪光的时候，我的浮空都好浓红。我的天！还想看破啊？集成了。贝蒂安安。干又吃东西，击败人。对，黄昏了。这个争夺地盘的NG，好，
况跟古总都在楼上吗？我不知道、欸、啊，古总在楼下，矿在楼上。